有清朝的人的命，八十几岁，伊少年时救过清朝的人的性命，刘隆宗如故。甲八十几岁，咧寺院内底，因某咧甲整理内底，家己发觉讲，哇，原来我人遮老哦。伊少年时是救过有钱人、有钱人的性命，用尽所有的财产去栽培这有钱人的性命。一点仔拢无讲，嘛无互表扬，反正就是讲必须的。所以，咱爱修的就是修，有功无显时辰，这叫做无义之，这个叫做自私。所以讲，咱这个一点是必须的，一定要修。修这个上，那讲用的，用的必用的，不然不会哦，不然不会修用的叫做功德。修用的叫做福报，用的就是有人好看的，用的就是偏有人看的，我这差别就是这样。再来就讲圣人菩萨者，讲的这个话，无毛病，搁无病，人听，这叫做无助之意。无助的意思是讲，心内底无大物件，心内底无大物件，讲出来话。特别叫内底大个物件，伊叫无知就是大物件。啊，心内底若大物件，讲出来话就是叫你大啥物物件，大贪讲出来就是贪，大痴讲出来就是痴，大痴讲出来就是痴。所以这种变变字，所以人咧讲话，高人听着咱讲话，三言两语就知影讲，你心内咧拍啥物算？为啥物？因为口言就是心字的念头，一讲话就是心的那个苗苗，就是一个豆仔在剥起，剥起那个叫做叫苗，剥起那个苗，就讲口言就是心字的念头。你心里在想啥，讲出来你差不多就是啥。所以讲，这个是讲心内很多大物件，这个气讲出来就叫做气。那么这个气就是。就是那种，我咧做鱼缸，鱼缸的迄个第一精神要有关。鱼缸啊，鱼缸就是讲无求无求回报的，啊嘛无存啥物心的，去服务的叫做鱼缸。鱼缸的第一条目叫做啥物？用足量的心服务对方，足量的，那是第一条。第二是讲用足欢喜的心服务对方，足欢喜。我拢这个字呢，无助，会当想讲一个石头内底金木水火土，这个石头拢无，但是金的是分正常，所以无助来讲，心内袂使袂控制石头，我若心内袂控制石头，就爱控制什么金的石头，啊金的石头意思是讲啊，重义义勇。中医一言，中医一言来讲哦，该讲就爱讲，来讲就爱讲，而且迄个讲是凭着天地风景良心去讲，这叫做中医。我爱中着迄个医啊，一言哦，若无中着迄个医，而且迄个医啊无字哦，无大物件，啊中着迄个医讲出来一言，啊叫做一言。那不是中着迄个医讲出来一言，会伤人。以前想那个开的，啊，金金这个字，金就是西方金是金这个字，这个字就是在讲，讲那个金就讲到了，讲到了讲讲，所以讲意思讲炼金是金，刚刚才讲的讲火靠罐子，火靠罐子是讲，该爱讲就爱讲，啊该爱思维爱思维，唔通讲我讲唔真尊重。该讲还讲，啊该唔通讲，恁懂该死的东西，这叫正气。所以讲，亲像风吹过，无留声；风吹过，呼呼叫呼呼叫，但风过了，无声，你无听到个声。所以讲，风无下音，就讲无一个分字，无分字就是无毛病，嘛无人听无，对唔？该讲讲，不该讲无讲。所以讲，重点咱是咧讲说法无形，说法无形就是讲，咱咧讲话
爱讲无钱，做讲无钱就是干呐？有做讲讲心平无余，就讲呢，将你靠面心不平，将你靠面不心平，是率心不霸。就讲哦，干呐嘴讲尔，心甲平无合作，你讲尔拢无效。所以讲咧，心平如玉，心平如玉就是不止。所以这个所在，这个文殊菩萨第一地的文殊菩萨，伊就请问弥陀揭谛师，伊甲弥陀揭谛师讲，请问什么叫做不止法门？弥陀揭谛师怎啊无讲话？嘴甲笑一个，目睭头放下四处，嘴甲安尼笑一个哦，目睭放下四处。啊，文殊菩萨奇怪，我咧问讲什么是不止法门？啊，你讲什么嘴甲笑一个目睭放下四处？但是人咧菩萨就是菩萨，伊讲哦，我了解。啊，拢无讲话啊，但是人咧文殊菩萨哦，我了解，感受慈悲。啊，所以这个人啊。这个叫做像的，你讲的较好听。那什么真的比像的都较好听，有这意思是。所以讲，不止就是讲，一心，这个心平如玉。唔通讲我讲一套，做一套，这叫做幼稚。有两样物件，伊是这两样物件规则条件，这就比伊嘛。你讲无爱学生，你出去外口，你离分中，我话讲什么话，无人相信信任的人，为什么？因为社会经验，阿有同个道理无听，所以讲伫外口离分中，你话呢？你带兵去做啥物？包括伊中官，他们相信无人信任伊，阿咧黄山无人容易倒，但是倒是，阿无法做伙讲安怎？讲我离分中无人信任。但是我伫我爸爸面头前，亲像猫仔，我会乖。如果讲啥，我爸爸就会甲我讲。我安怎是个自私？啊，重点毋是讲我做坏事，我是讲我的心，我的心，你若对人才来讲，我的心你若对人才来讲，我的心你若不安尼做，你就袂使安尼做。我的心你若是安尼做，你就对我安尼做。我唔免跟风上车，你我爱做咩？你安怎？找无下车，找无下车通甲我反驳，找无下车通甲我反驳，那这叫做就是爽而不止。这讲到一大片较顺利个，尤其即卖人是安尼，即卖人无咧看你讲偌济，看你到底是做偌济。庆名庆庙是到底你是做偌济，毋是你讲偌济，即卖人是安尼，所以讲圣贤有安怎？圣贤不用求心，无心即无有执着的心，这叫做第一点。无心即无有执着的心，因为若执着的心，你就是叫做第一点。所以这中间两件事。执着的心等于什么？我做这样的代志，做这样的物件，我算到足清楚。我丢钱，丢钱，我算到足清楚。算到什么清楚？就讲，我做什么话，一定什么物件，我算到足清楚。那么这个是叫做地，那无心地，这个地也当了，也当做到就很无心，无执着的状态。这个地方干往外偏西，就是那激情的意思，就是激情的意思。激情的意思是地的意思。那激情的意思是啥物？咱来做深入了解。激情的意思，迄个激情就是讲，大部分的人哦，我伫这两个讲清楚，大部分的人拢讲啦，哇，你想着是足久，应该是讲经久不稳，想讲呢？肥肥胖胖，时间呢面拢无焦糊，时间呢金光金金亮亮啊呢，这个叫做有激情。哦，足侪人是安尼想，其实
拼人生，拼人生，大家都拼了战争，更加眼光相信。私底下呢，私底下乱七八糟，乱七八糟。啊，咱在座的不管怎样，是做啥运动，到法度通拼起来，人才比比天的，比缘投的，比水的，比气质的，哪样都是目睭干那迷迷，就会讲话啊呢，敢着讲话。唔免咧，要话即款咧，面面同讲话啊咧，你讲做着安尼？啊，伊私底下咧，私底下乱七八糟咧，胡思乱想乱来咧，性骚扰、性侵有诶无诶。啊，但是虽然讲过了有侪条边咧，倒咧三小年，做遐侪工程，是毋得有默默想想啥，就想去啥。陆兆平老师。三米八，要一米还阁，我还阁摸一下腰肌，我肩仔上一米一米。所以讲结实这个物件，不是表象，不是表象讲的修甲上一点多，讲出来讲，这个叫做个心啊。你测干，因为你先去测干，就是对福建人变测干。嗯，福建人变拢记着讲，伊个重点就是我讲，啊，我呢。生间咧，但是这上面暑假考察个，大家嘛唔好讲，有一个意义，大家拢是好人个。那佛陀，我们回家咧听讲消息，那是幸福的佛陀，在世佛陀嘛是唔好讲咧，我们是三大嘛不是，但是心中体格是好较好，那是什么？但是嘛是该换的不肯换，无安尼吼。伊啊，我当家人讲来点教，啊，我话咧，先不讲话，怎样家底好，一个家底好，哪能讲就要冲遐大？好啦，迄拢总是幸福以后的代志。所以讲，咱来去了解，德性是咧讲啥？德性是咧讲啥？德性是讲你有众生，其实是无见识，这叫做德性。因为你开始听到伊，我就想讲，老祖讲的这个，有几个人要来听这个？这拢过去和老祖有相当的关系。啊，有几个人要去听佛经？你拢跟释迦牟尼佛有相当的关系。所以释迦牟尼佛伫迄个，这种优婆塞就是优婆塞戒经，内底讲到做清楚。你讲安怎？释迦牟尼佛要说法给众生听。刚刚众生特别听啊，嗯啊，有听啊，你是累死的。你讲啦，你经典内底说，弯心哦，弯心等头，干扰大地三千界，三千界。简单来讲，你讲等头等三千界，吹不分丝三千界，为着众生，为着众生等头三千界，吹不分丝三千界。甲众生结缘，众生有结缘了，甲要听佛讲的经典。若无甲众生结缘，无得信，无得信，众生唔听佛讲的。所以信有共款，那唔通讲着你讲去着这意思，信无共款。你拢总吹不分丝三千根，等头三千根，累世积来的因缘，所以讲出来话。众生他要护伊个德性，德性就是这，德性就是伊个解释。伊个解释讲讲是安怎是安怎，我做认真，我做认真，不是，你得清楚。落雨过，万物怎么生长？叫雨过，万物生。就像落雨过了，所有万物拢生长。啊，咧落雨的时阵，到咧算讲，即地雨落几滴雨，到咧算落几滴雨，无迄袂算计。诶，圣经讲到底是有规定的，清楚这个意思。德性就是安，地位就是安，无自作的心就是安。无咧计算讲我到底做偌济，用一心来付出。无自作的心，叫做无心。所做出来讲的话，做的代志，所有事情，拢叫做地位。啊，来是叫做地位话，德性就出来啊。你是在讲话，人就会信服，人就会听，因为吼，内底
连查囝开一间咖啡厅，咱袂开一间咖啡厅，开半工了，可以伊家己创造，足侪足侪真好食，哦，其实都好，创造足侪好食，所以人客来吃个，首先来讲，吃到这物件，哦，伊在创造，所以朋友有人来吃，吃个，哦，吃到哦，这拢在家己创造。招几个朋友，那是别人招的。招几个朋友，咱马来西亚开一间，亲像说，咱马来西亚较好谈，伫台湾歹谈，咱马来西亚难谈。咱大家拢投资百万元，150万元，三四个亲戚投资100万元，伫马来西亚买一租一块地，起一间租一间店面。啊，咱要租店面，你唔免出租金，你若买30万、50万就好。啊，你过来。做文革意思，啊，迄个，我做设计又做过，我哩改革意思，啊，请教阿丽拢帮我调教我，我以前拢是大老板，我做起来出30万，包括改革意思，请教阿丽拢调教我，我做起来，嘿，这真好呢，心情重要啊，好无？啊，无我台湾就心情慢慢来适应，就做咱动物行去啦，啊，当然无话。我讲，干哥，你想安尼干哥，你好安怎？你想看嘛？想看你今日开这间咖啡店，这间餐厅为着什么？想想，我嘛是为着要赚大钱的，我是为着要食素食的人方便。对啊，你是为着要食素食的人方便。啊！你刚开半工呢，你就要煞去。啊！若你面出代志，拄好上落空，所以你的出发点是为着要让食素食的方便，你就乖乖大家服务食素食的方便。因为过年是要赚钱，过一只是要方便。你家己想清楚，思路所强不如心强，用心强的心想清楚。好啦，大家都。少少啊，谈工资，结果半当老年啊，迄苦命啊，二岁啊，伊啊，伊去买运动服，一副鞋型叫做鱼尾，鱼尾，我总讲，我有架子，但我无架子，我无含伊背，我变个较鱼尾，安尼是看，思想不齐，你讲我一辈子做这。用无心的智慧去想看嘛，到尾清清楚楚，无心的智慧，这拢是害。用水无买好，足侪，但是最实际，所以讲，迄个是讲咱的心害，咱的无害，心害咱的无害，你都包含了无缘无分的这个智慧的事，所以讲。用这个物件心中，咱大家务必要跟双面作战，或者叫做善变不容易起。搁较多老师，搁较多老师就欠点欠一点。那善变不关键是搁较多，善变来讲，做我关键，无关键，无关键，无得错。但是我都可以意思是讲无私之类。无私心的累，无私心，无私心就是空心。那个私心是什么？刚刚的讲就讲无私欲，无私欲。所以讲，咱大人拢做无欲，大人无欲，无欲无欲的。因为你是石头，因为你是茶壶，所以你就讲，哇，我是啥拢无欲，那你就亲像石头甲茶壶。所以为什么动无欲的功夫？未比受完气较好，因为环境就是共，无用是一个方法，啊方法就是救助，共迄个本体才是救助。所以讲无私之类，无有私用，叫做累；无有私用叫做累。啊，若有私用咧，伊就是违背这个智慧，违背这个累。所以这个无私，人家讲无私，而且用这个物件是这个，受一切
切圆满，拢总有一支锁匙，迄支锁匙叫做勇。这支锁匙叫做勇，勇敢的勇。这支锁匙是勇的是开启世间上所有的，所有的，不管你是自然风尚，不管你是啥物事，拢一定要有钱，爱钱。无钱，无法度去经营个物件。啊，啥物物件，无法度钱，靠这个勇的身势。所以世界上所有物件是靠这个勇的身势。所以我平时，平时有交代一个叫做潘土拉，潘土拉的阿爸，伊先有交代人家当下我，这个潘土拉的阿爸，你也过我好哦，你唔通当废物哦。我你这两当小官，你这两日当是做快乐，做快乐，我们做清明，做认真。这个潘古拉的阿爸，你唔通把我亏，把我亏，一切当中有是你想的。你讲不不在不在，我个四多嘛，一个怕我亏。看人家一当两当三当，一当两当三当，迄个用有两个用，自然怎啊无代无志。讲袂当拍乌龟，我讲正当咧，迄内底一个搁较好个物件，拍乌龟内底应该搁较好、搁较好、搁较妙个物件，迄个肉就做到。但真正讲拍乌龟，惨！拍乌龟所有物件，贪嗔痴慢，酒色财气，脾气毛病，所有个即个习惯、不习惯，啥物拢做出来，世界就变成困难。所以讲，世界上所有人，拢就是用一支锁匙拍门，唯独一个人用拍门开，别人叫做困难。所以讲，要进行困难，这个用，就是障碍，伊就是障碍。所以讲，无私之类，就是概率的用变式，用概率的变式，概率这个物件，把它用数学课，咱就。这个演员做到真舒适，当然就是会修补，从个会修补，变成一直做变。你敢想咱盖伊有演员，咱就盖伊就做王冠，所以外口物件要甲你泡，就泡伊，意思是安尼。所以泡修补，就是咱把这个用红纸条关关掉，你就惊伊外口物件进来。所以甲关关落去，上先个东西拢甲泡好开。为什么？我心内有这样物件，我才惊你进来，所以唔免管，唔免管你开未开。如果心内有这样物件，那讲讲，我出来都无钱，我你惊查啦，你惊搞我头地，放我开开，我内底都无物件，我惊你搞我底。所以当然唔免。所以讲，善结无善缘，不可讲，无得之事，这个事就是大，破事。就像咱一块硬钢板，所以讲不可干。我所以讲这个事是真心的，无得着讲，我无得着啥物件，我搁做相信。就像咱这个选举，选举做个啥物？做个白条啊，做白条啊。他们用啥物白条啊？用屁眼啊？用几万人？用几万人去白条啊？刚刚来讲，用纸去白条啊？我说这个物件，用信啦，信来就讲白条款，唔免用金仔链，唔免用纸，你唔免跟我白，我个人相信，我个绝对投票投给你，那个信，信就信啦。所以讲无敌的是讲，我无因为啥物事，但是我对你做相信。所以讲上天慈悲，难道感觉讲不能给你保护？叫你讲不是不可能，我那边有艰难路哦，不是不使难过，是天时的过，天时的那个要有天适合来保护，要有天要适合来保护，还不适合就不能保护啊，卖东西不咯？我说咱那是东西不来来保护，以前不是不来保护，是有天干适合的天时的保护，不是不来保护。所以讲呢，这个是意思来讲就讲，你无人无啥物物件给你，你敢做相信？
讲说啊，爸，敢用好骗人啊？人，后尾啊，这个物件是好骗，那是骗人啊！亏人啊！你明了吗？是啊，是啊。所以，无得只是大量故事，如一挂硬钢板，不管你行去到倒，就亲像直升机慢慢，直升机慢慢就是，你的囡仔不管去到倒，顶轮就是一个物件在坐。那个物件就是妈妈在讲的，妈妈讲安怎，妈妈讲安怎，妈妈讲要吃好饱，妈妈讲袂使有病，妈妈讲安怎，妈妈在讲啥，拢是这个神叫做直升机妈妈。不管你到底，就是心内就相信讲，妈妈讲的就是对，爸爸讲的就是对，我唔通无病。那个神就喺直升机的那个拍到别人凳，拢在想妈妈讲。那么意思是讲，咱拢在想，拢做在讲啥，拢做在讲啥。这个我留在公司，主管谁公司？我不会当他做，不会当他做。黑天是大牙，大牙好神，我就是这样爱的。所以讲老姐肯定，你不可能白，你不可能白。但是咱若信赖伊，无得，无因为讲，你有保庇，无给我保庇，无因为哪里？如果相信主管者，相信肯定，相信是伊的卡步出来，那么行去到对上，就肯定感觉不管行去到。
想要的条件，有时我实在条件，你个人个人条件无共款，所以那伊我条件来，伊的条件无一定当做你完整的可以含的，伊只是当讲参考，我那条件是家己自信来的保护，伊咧是家己，伊咧是啥，所以讲都无可能说不有提升。电流科技，跟这两边是众生，你只要我们同心，就不行。那无众生，在座大家拢是讲，我们能跟着黄太监讲道理，没有，跟着世界观，没有，那是众生，有众生，众生就是这些情况。所以讲电流科技，那是众生有机会好啦，咱只要我们同心，就能得行。是这个意，所以你本来就无可集中目标，所以不爱意思，不爱意思，但意思是讲，无是了爱这个意，不是了爱这个意，是要骗现这个众生，不是了爱这个意，因为骗现众生，得着我本来咱自身内底有，有往返的功德，只是我呐无开发出来，但是你讲咱骗众生，是众生有帮助。定出，所以讲都定无科技，大地用户，虽然啊，大地用户，真像迄个大地一样啊，伊敢若就是无分，迄个意思是安尼。所以这点是咱一贯的，不能一下。所以咱一贯的，互咱亲人亲友就是咧讲安怎，啊，修行人啊咧娶某，啊咧生囝，啊咧做头路。啊，修行人嘛，你看人不一样，哇！啊，世俗人嘛，你做厂，哇，你做什么工作？那这是叫界定内底全部拢嘛，第三是拢全部拢违反界定。界定内底是讲这样子拢做袂成，但是咱一贯的，大家拢嘛安尼。啊，所以这叫做水平，你两种代表就无。为什么？咱甲世间是要相接应。想贴近，他说心不是形容如何的功夫呢？啊，是你看呢？所以那个功夫真正爱顶穿的，你看我们讲，哎呦，心里慢慢那边做长，慢慢在做头路，慢慢在传播声音，慢慢在做生意，你好心虚的，你时间要空间要够。他说咱这是什么？大地已经是空的，那个。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微博但是这些但是我们的一个时间真多那是规定一贯的一贯的人是贯穿所有摸搞的情况贯穿心情是贯穿所有跳舞的一体那你是接近众生叫我们去看众生叫我们去怎么理解众生那众生不好懂，所以讲这个主人之人，主人之人是要的，主人之人就是古人讲的，叫这个无定，叫讲这个无定啊，无执，无心，叫这个无我无执，无是这样的天，这样的天主人天哦，这样子一念一心，这样一心带着主定，那我们就是主人带领主。叫做主人，阿那是主人，啊叫做要命，要骨气，这人生要教人就是这个骨气，唔通因为做生意来克服生意，这两个东西，这叫做骨气。阿那有这个骨气，搁较大个地位靠来，你拢总会当稳住泰山，搁较稳。更加强的海运地理课来当练的时候，你都有法度去担负。这个叫做实验，实验中，老师有好好功夫，甲交代这样子的，这个过去，可能讲，这是性命是有所托的功夫，咱来好好啊，吸取。很时间长，所以我们刚刚讲不到这，不久说的，到谁的主宾，啊，这个不接。各点老师，各点搞活自己，搞活我们，最后就能把心内的功夫拿出来。
谢讲师慈悲，请道主公，公道主公，我们再举出一点问题。现在咱三人要讲到十点半，二十